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，一直都待在家里，因为我们小区现在全都封锁了，然后不是特别想出去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现在呢，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不得不需要出去了，但现在是晚上，虽然是晚上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就要出去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出去打水了。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出发，Go。水已经都喝完了，没有水了。所以我得去打水。看，现在正下着雪，好美啊！然后这边也特别安静。哇，好漂亮！哈哈，再进去看看吧，这边算是城市吧。看一下那边。街上的人不是很多。好啊，好黑呀，这边看不清路了。我总算顺利抵达了这个有泉水的地方。这个管子被人拔掉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能直接这样打水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这么打水，我只能。是这样，一点一点的接水，
因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终于打完了，光是这个需要243下三盖才能打完一桶水。好了，终于完成了，现在只要回家就可以了。好。总算弄完了，然后视频做个结尾。好，哇，矿泉水终于有水了，舒服了，好喝的矿泉水，新鲜的。没有白费辛苦。